眼睛的秘密。人是靠眼睛来看世界的，每个人的眼睛都不一样。眼睛是图像的采集器，有些事物经常看得到，可是你却从不留意，有些东西你却会用心去看，比如玩具和喜欢的图画书。其实，物体在你眼底形成的影像是倒着的。望远镜可以让你看见远处的物体，放大镜可以让你看到很小的物体，眼镜可以矫正你的视力。相比之下，动物们的眼睛可厉害多了。有时候，你的眼睛会和你做游戏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所以我们要保护眼睛，学会做眼保健操。